最投入还是昨天找字网。涉及到这个买买单结账，涉及到花钱，这个事情大家都无比的认真。感觉你有点，他是一组的，有点凶。周总，周总，咱是一组的，周总，不要再提了。周总，昨天晚上啊，大家记得看《奔跑吧》。我昨天晚上慷慨解囊，大家记得看，给请全组人吃了一顿大餐。第一天来就受到，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都是受到这样的暴击，周总，你有什么这个想法？这就有，周总。欢迎，我们忘记这件事情。三二一，哎呦，好，开始来问申总，我俩一起来吧，给我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到我怎么办呢？不会的，不会的，你看这一连串的都是我这，怎么这连起来的？这把机会太渺茫了，来，我给你来一个转的狠一点的。赚这么多，800多呀！还非得自己赚，李老板，别人赚还不行，这就是天意。到这儿，谢谢秦老师请我们吃礼，谢谢秦总喜提正门。你等会儿，你等，他重，所以他先落地了。你轻，我轻，我就能吃这个亏。最快的还是沙哥。恭喜沙哥59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看来我跟老秦也是一个组合呀。老秦又买单了，我请客是不是？对。我请剧组120人吃礼。应该的，应该的，就别喊出来了。采访。又来直播了。正在直播呢。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啊！我们那个小黄车上一上。哎呀，直播又来了！哎呀，我们今天是，就我拒绝回答。我没有问题。想问一下，陈哥，7年前在云南大理路奔跑的时候，你还记得吗？记得。记得记得。那这次来云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和感受呢？我们这次其实没有太多的主题任务，更多的其实就像是真的跑男团的一次团建。然后大家很开心，也没有什么运动量，然后呢也没有大型的这种道具的装置，反而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去组织的小游戏。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型的问答，包括当地的文化美食，甚至是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字等等，很有意思。我不，我不拍，我要多采访一会儿。可以，可以。继续拍下，继续拍下。就这样。Hello， 那你骑沙跟我们一起吧。我俩正好打，咱俩一起。我俩这么直。这光好，到这光好。你俩互相采访的，我俩互相采访。那直播哈，现在直播，现在直播，这是沙哥的问题。好嘞，然后这个是我问沙哥的雨琦的问题。我问雨琦哈，雨琦的一在这儿，雨琦一，我在这儿，一搁哪儿呢？在这儿呢。那我先问雨琦，你先问我。这个是直播的啊，好。问雨琦，雨琦以前有没有体验过团建的旅行？旅行，有时候但很少，就是几次吧。哦，如果以后有完整的时间，旅行中除了昨天直播说的拍美照之外，还想尝试什么？还想尝试什么？其实像昨天我们，这样能不能说，就是玩的一些
类似有点极限运动，其实都是那是我想就是出去的时候想尝试的，比如说什么跳伞啊，什么那种极限运动、嗯、对，这种其实因为平时你不出去的话，其实在室内是很少有地方可以尝试到的嘛，所以说想以后出去玩。而且骑马，其实我非常喜欢，因为我学过骑马，所以其实这次本来想来草原看能不能有机会可以骑马。嗯，哎，那你这次来之前对团建有什么期待吗？昨天有完成什么内容吗？昨天期待其实就是因为很久也没有见到我们兄弟们了，然后一起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也一起就是去了很多新没有去过的地方，包括昨天我们也拍了那个小视频什么的，我觉得都是美好的回忆。反正就今天昨天很开心。昨天有什么内容吗？完成了，就是比方说给大家买了什么东西吗？对，就是毕竟咱现在也是啊，就是也是努力工作赚钱了之后，也是给我们兄弟们哎，就是非常大方的买了一些什么助眠的呀什么的提神的香，香对，藏香，对。昨天有看雨琦在微博上晒了，这英文咋念？你自己念一下试试。给给啊，给给是什么玩意儿？Gigi 啊，最近还上线了全新的单曲，可以现场给我们唱两句吗？OK，首先昨天对，因为我走哪都会带我那个是我一只小兔子的名字叫 Gigi，然后呢，昨天也是带他来到了雪山，也来到了香格里拉，然后最近呢也是发行了，也没有发行，就是这个在演唱会上有唱了自己的新的单曲，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喜欢 Radio。Oh, that's this boy that I know. It made my heart beat a radio. It used to go dum du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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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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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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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Yeah, 大家支持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雨琦。好，来了你的。我都成这主持人了。来，我们沙哥的问题啊，看一下沙哥的问题。好的。大家最近呢都非常关注我们沙爹这个健身成功这件事情啊，那你觉得对比起来爬山比较累还是健身增肌减脂比较累呢？爬山吧，因为这边有海拔高原反应，有点高反，有点喘，哎，对，有点喘，所以就感觉到好像比较辛苦一点。这有一个自己拿一下。哇塞，真的！但是我把这张群发到那个这张图发到群里面的时候，好多人都是不信，原图啊，同学们，真的是原图。你们要不信就这样，一定要看着他的，别看脑袋就完了。好嘞，好，第二个问题，如果有减肥打卡群，你最想拉谁入群呢？李晨吧。李晨啊，高瀚宇啊，这种常年有健身经验的，把他们拉到群里，然后让他们教一教，咱就把教练的钱省下来了。这可以，这可以。好，第三个，胡可姐发了一个视频，视频上配文是潦草的我和非常拿得出手的老公，直播里说我妈都没有看过，那现在阿姨看到之后，家里人是什么反应呢？至今没有联系过我。可能他也觉得我是 P 的吧。没有什么评价吗？对，没有任何人联系我。没有相信啊、是真的啊，没有人相信是真的。好嘞，这大冷天的就不给你们露了啊。就不脱了。今天两位，因为今天就是看到你们穿的很好看的民族服饰，给对方拍一张照片吧。好的，拍一张，我们互拍啊。互拍，这玩意儿咋使啊？我先给你拍这个，你就按这个就出来了。坏熊不行，你去教一下，不行你去教一下。这没推出来。我先给雨琦拍好，把雨琦一会儿还得放回去。那有墙吗？这个是吧？拍完不对了，这手在画面里、啊、你一会儿是晨哥给他拍的、啊、这样雨琦那里面 OK 了，你先进去拍那个吧。雨琦好，那你顺便给陈哥先也拍一下。
像你这样，如你是肩看的是吧？拿着，我要跟着。你这样拿着，拿下。在机位后。你在机位后面就好了。到这边。哦，你这边有座，我到这边来。10块钱一张。这么便宜吗？那你给我发。陈哥给沙哥拍。我给他拍。嗯。好。这是给送给粉丝朋友。对，送给粉丝朋友的。送给我们的影迷和观众朋友。好好拍啊！想不想要个死亡角度？人家好好拍，死亡角度都这么拍，这证件照啊！你这这么正式吗？把帅气的我给拍出来。好。出来了 ，OK。15啊，我这个。好，那我们现在陈哥接着采访，刚才还没采访完呢。又来了。还没访完呢。好好好。我走了，我访完了。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展示一下。陈哥，哎，正好看到雨琦，你去看了雨琦演唱会吗？去了。你去看了深深和真源的演唱会。对。决赛演唱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信号不好了吧？卡没卡？你卡了吧？卡了，卡了，卡了，永远 OK。都好，都好。对，风格迥异，然后呢又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表达，然后呢都能够让我感受到非常好的这种这个音乐的对音乐的理解和追求啊。对，然后昨天我们在那个直播里面有提到过，下次团建你能不能开一场奔跑的演唱会，你有想好自己的节目单吗？除了吹你这个问题嘛，我得好好思考思考，今年的跨年多练几首歌啊。好，因为现在是我们的那个沙哥也步入了那个肌肉赛道，肌肉男赛道。嗯。然后我们现在奔跑的就是人均肌肉猛男，有胸肌、腹肌、大腿肌。对，还有小区负责的凯哥，还有陈哥，我们那个肌肉的元老，肌肉元老。有想过大家一起健身，拍一个健身 vlog 一带？可以。这个还真可以，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对吧？有增肌的，有减脂的，大家可以凑在一起拍个小片儿什么的。嗯，然后这一次奔跑的就是团建，这次旅行里面有什么是你第一次体验或感受到以前从来没有体验或感受到的？我觉得其实大家连续在一起，每天都住在一块儿的这种感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往常我们的录制都是两三天，对吧？然后呢，一个短暂的行程之后，大家又各自奔赴自己的工作。那这次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大家每天都在一起，从早到晚，从白天的旅行到晚上回去的民宿，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晚上还有一些小任务什么的，也挺好玩的。而且这一次其实大家时间每天这样待在一起，会让我们真的有一种团建的感觉。哦，你没有麦是吧？我有了，现在有了，别上。好，那最后我们想要，因为大家都穿上了我们今天的民族服饰嘛。嗯。陈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镜头展示一下吧。你这个让我走个秀啥的，帅秀，帅一点，到镜头前面。没有，就自己先想象中有音乐。今天全都是民族服饰。看不出来，我认真。我看你那裤太薄了，你那个给的，看看细节，对，谢谢。西裤我一看，我那里头穿了吗？你穿了还穿了秋裤？精致的，我这厚啊，沙哥，沙哥你也一起展示一下。我受不了他那个。别刺激我。OK。关注我们啊，回头我们会在小黄车上挂出我们跑男同款链接。啊，没有没有，这还真没有。你不用张嘴，我知道，就开个玩笑。但万一过两天有了呢，我不就提前预热一下吗 ？OK 了。好了。OK。
今天玩的开心啊，今天是我们团建旅行的最后一天。他这给我拍了个啥呀？这是那边还有一张。这不是，这是他给我拍的吗？这啥角度啊？这是你看看我给他拍的照片。浣熊，小浣熊，小浣熊喊你的照片给我，拍好的照片都给我，你这照片给我，你再干。这几张。哦，这张还行。嗯，这张还行。你给他。看、啊、我给他的，哦，不行，爆了，也不行，他那个机器，他那个机器就是曝光太那个什么，就是太亮的地方容易过曝。你可以再重新拍一张，你把它叫回来。快来快来，我给你重拍一个。嗯，还是因为没有过热，它还雾呢。不是，它这两张还不错，这两张都还好看的。我看到，我看到，上上看。哦，这嗯。哎呀，陈哥，陈哥，陈哥，没事。我昨天，小浣熊你没事。我昨天，小浣熊你跟着我，求你了，拿着照片别突然消失，你在坑里。打飞机！昨天后来算了一下，超说如果不打折的话，应该是25,300。不加放羊吗？不减。我来拿一个。要。羊。下车的时候，我觉得。太晚了，露露，我们在直播吗？对，我们来回答网友问。陈哥，要不你帮我采访吧，露露的问题。怎么这？怎么这么多活给我呢？我还要采访。采访露露吧。你采访我？好，我采访你。你没麦呀、啊？关键是。麦在那。给我，你把麦给我。我这给你。好，采访的问题是：一，这是这么说的吗？叫。路透图哦，叫路透图回应。嗯，说白鹿小小的人背大大的包、嗯、上了热搜词，花棉袄印花大背包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包看起来怎么比人大那么多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什么？装的是茶。装的是。哦，你这不背光吗？那这叫什么采访？这不是。装的是那个棉花。内存都不够了。有什么是第一次感受到的吗？啊，对啊，昨天那个索道，走那个索道是第一次感受到的。还有逃了6800的单是吧？那可不是我逃的。分享一张那天我们在虎跳峡的风景吧。那看不清楚，看不清楚，还行，就这样。Okay. 第三个问题，日照金山的时候你跟凯凯一起做了8段锦，是什么契机开始的呢？现场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不会，是凯哥说那个还有点时间，应该是就是这样吧，这样我现在手伸不开来。哦，然后他是什么？我肯定不会。你来，反正凯哥，让凯哥教大家吧，以后他那个凯凯专业，但是凯哥一直说8段锦对身体特别好，就年轻人啊都可以练一下。好，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巡回演唱会啊？不是，这是终身的问题，对吧？啊，吓死我了。然后今天大家穿的都是那个民族服饰，想用的给我们镜头展示一下今天穿的这个。着急忙慌的，着急忙慌的，可以吧？我一直想搞个这样的写真来着，感谢跑男圆了我的心愿。那要出一套，今天要出图哦，出一套写真图、哦、一套啊，要出一套发微博。还送不送凯哥走了？没事，好了，我们 OK 弄弄。哦，我去了，要去了，拜拜。你的手机和那个包。没事，我们往这边，这边走。想说就是以后这种团建可以多嗯，就是我觉得很多工作人员状态我其实也没见，一般我们录影他们都会觉得
好累，我看到每个人都很疲惫。嗯，但这一次我看到好多人其实神采奕奕的。嗯，我觉得是因为他就是跟着你们的那个团建路线走，他也能看到好的风景。其实大家整体的状态都是放松，很放松，而挺、嗯、很和谐。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对，经常组织啊，经常组织，这很好啊。那咱们下个月去哪儿团建？下个下个月，下个月我们去大兴安岭吧，啊、去深山里吧，去找雪去吧。到吉林了，我的地方。对，找雪去，可以长白山什么的。冬天的话，如果去，行，搞得跟真的一样。但是确实这次我们挺开心的，反正我们对我们兄弟团成员大家在一起也是开心的，放松的。对，嗯，就是我是真的有看到一点你们平时不太有的那种松弛的状态啊。就是玩的时候还是很投入的，嗯、除了以前嘛做游戏什么，当然也投入，但这个时候就除了游戏、录影之外的那个状态里，我觉得都还挺轻松的，看看景啥的，挺好的。最投入还是昨天找字网，是涉及到这个买单结账，涉及到、这个、花钱，这个事情大家都无比的认真。认真，我说呢，说这个表演还挺难得看到的。能剧透，人小红书上都有了。可以，嗯。别，这有真事。你跟导演，我已经刚才没错，肌肉紧致显风流，杀意帅气万人求。你帮我采访一下深的问题。你看完沙哥这个样子，你觉得有压力吗？我压力好老久了。你这是昨天刚到上一次的，我前段时间没看之前我见他了，我就说怎么回事。我和广大网友一样看到他，我就说怎么回事。我和广大网友一样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吧？吓傻了。我提问一下啊，嗯，第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深深在开巡演，对于巡演的呈现，你觉得怎么样？得看观众朋友们看完怎么样，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我说一下，因为我看了一场，我都不好意思 cue 你，我很震撼，真的很震撼啊。然后然后昨天直播有看到要了姜茶，说你。嗯，想问问味道怎么样，以及这两天对云南的美食。就它很味道怎么样，以及这两天对云南的美食。就它很姜茶，喝一口就是半口的姜末，就很纯。但是喝完之后非常非常的暖，然后很好喝，它不会有那种姜的辣味儿、嗯，然后但又有姜的那个香味，所以我觉得蛮好喝的。对，昨天其实只吃了两，但是因为那个这一时间，他很多事当期都排出去了。那会确实是工作忙。谢谢姚 PD， 谢谢你，终于挤出了最后一天半来。哎，其实算两天吧。我谢你，对，其实就两天，因为一早赶飞机还早上还折腾。也要谢谢你了，要不然我也没有机会穿这么多非常有特色的衣服。对，这倒是今天这个服饰，对呀、啊，这个民族服饰还是。网友期待了好久，每天艾特说我们这条线因为有很多少数民族嘛，他说能不能多穿点民族服饰，我们其实就没回复，但是就是到最后一天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是有准备的，而且就大家都有，我们都有看到，都有关心到，所以大家都说我们奔跑吧的服装组就是 YYDS， 经常就这去了。凯哥来了吗？凯哥，在这边我们的阳光下吧。怎么？你穿这套衣服的，感觉你有点，咱是一组的，有点凶。周总，咱是一组的，周总，不要再提了。周总，昨天晚上啊，大家记得看《奔跑吧》。昨天晚上慷慨解囊，大家记得看，给请全组人吃了一顿大餐。第一天来就受到，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都是受到这样的暴击，周总，你有什么这个想法？这就有，周总，不要欢迎，我们忘记这件事情。三二一，哎呦，好。开始来问申总，七年前你在节目里说过大理的夜好冷啊，这次团建重回大理，觉得大理的夜还冷吗？嗯，我觉得他哎，你替我回答吧，要不？你觉得现在大理的夜还冷吗？你觉得香格里拉的夜冷吗？不理我们，来，请跟那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嗨，你叫什么名字啊？既然你这么不礼貌的话，我要不礼貌了。你的肉膻不膻？对不起。好，教授。好，不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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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兄弟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就不觉得冷。哦，那本次
在嗨放派，嗯，像吕君瑞和高瀚宇也在节目里合体了，大家有聊起什么吗？在大小姐的群里都有分享这件事情吗？有计划嗨放派进行团建吗？嗯，对，嗨放派的兄弟们也是另一波这个很非常好玩的。那你先聊你们兄弟们了，我们先走。哎，陈总，就是周董。哎，周董了，别周董。是，对对，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两边人一起团建嘛，嗯，对吧？都有聊些什么呢？那聊一些大小姐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大小姐。改天我带你看。好，哦，我知道，是那个鸡还是那个狗是吗？对，是那条救了鸡的狗。对对对，救了鸡的那个很感人哎，那个片段我看了，对对对对，特别感动。正是他，正是他。那个可感动了。他现在长那么大。就我感觉当时的你就已经满眼就是啊，不愧是当父亲的人，很容易感性。对对对，我都没反应过来大小姐说是他。好，凯哥也一直在做健身运动，不仅是小区费的了，还做会，这是吕之夏，我就暂时先不算这个。你不是走这个路线的，不要勉强，谢谢，不要太勉强。你要变成肌肉男，那多这得多可怕呀。那是吧，就没有那个可爱的劲儿了。谁跟你说我可爱了？就没有周总的这个霸气了啊！可以不当这个周总。好，服饰嘛，也请两位互相给互相拍一张，我们拍一张。好的，好的，好的。没办法，我们绕起来就是会那种。拍照不好看吗？准备好了，但一定要逆光拍，我妈拍都可以了。哦，那你拍照很好看。对对对，准备，三二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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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深深专辑封面图吗？是吧？必须的。这么快就把我的概念拍出来了，还是太有默契了。好了，谢谢。我们图拿回来，我们要送我们的粉丝观众。直播呢 ？Hello。Hello， 杨 PD， 你帮我们一起采访了吧？哦，杨 PD， 今天还做采访了。你们到这边来，光好一点，阳光底下。看一下，问几个问题啊？嗯。先看一下他造型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还挺毒。你看头发还专门做了接了发型，是接了好高啊！我的天。真的假的？真太高了。科技有点多。别。来，先采访一个啊！奔跑吧兄弟团里人均肌肉男有没有想过一起拍个健身 vlog？ 我会觉得我可以在旁边的当那种健身小弟，跟随几个哥哥们一块儿健身。对，还行，大家我们这里身材都挺好。真的假的？都挺好，都没露过呢。打的呀，也没有必要点我呢，也没有必要，可以，算了，太可以了，算了，怎么也不点我呢，也没有必要，可以，算了，太可以了，算了。你和你们自己的兄弟们一起，比如说录团综什么的啊，就是咱们跑男团团建和你自己的兄弟们一起录团综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以及这样的团建是第一次吗？我觉得是人不一样，然后性格不一样吧，嗯，然后大家想做的事情也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内容确实也不太一样，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么像这样走这么完整的一条路线过。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吧，就是连着我们连着七天的，对，这种，而且这个线路就反正还挺不一样的。我们感觉就是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的附近几个地方，然后可能录一下几个板块，玩玩游戏啥的，但是这个就还不挺。这个穿一下民族服饰，因为我们这一路是少数民族特别多嘛，我可以遇到很多，所以今天其实前面没有剧透，刚刚跟深深也在说没有剧透，也没有跟大家说，其实今天就是有这样一套造型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兄弟团的所有人的造型。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
有一天不是给大家去买了早饭吗？嗯，还被很多人网友偶遇拍到了。对，就是他们想知道你买了什么早饭啊，以及你觉得味道怎么样，以及大家对你买的这个早饭的评价是怎样的。我买了，忘了。哦，对对对，我买了很多耳块，然后呢是当地非常出名的，它是那个有点包的那个，对，带馅儿的那个。而且我两天吃了两种不同的耳块，第一天是那种长条的，第二天它是手工给你打的，然后就是比较大一坨包起来那个，对，然后里面还有肠，然后感觉还不错吧，反正老板做的挺开心的，感觉大哥哥姐姐们吃的也挺开心的。因为他这边买了很多，给了这个其他的我们兄弟团其他成员，还留了一部分，我们也品尝了一下，确实啊，那天因为那天刚好大转场，我们路上时间很长，然后我们在路上饿都在吃你买的那个耳块。按哪个？按这个，按这个下面的这个。就好了是吗？帅帅的啊，你看这镜子光好，哇，后面还小羊。这样，准备啊，3、2、1。没拍到羊哎，我再拍一张。OK， 你站着就 OK。他用屁股对着你。3、2、1，哎呦，这张好。这张好。老板甩干。这是要送给网友的吗？真的假的？林娜，还没结束。OK 了，林娜，我把人带走。OK 了，我们要出发了。他要补一张照片。OK， 我们先这样吧。你去，他再补最后一张。啊，好，行。我们先上车。我们来不及了，今天。嗯。咱们看。麦给你们。OK， 好，谢谢，拜拜。今天录制顺利啊。对，我们就因为今天有特殊的这个时间安排，所以我们就先撤了。正好拍完最后一张，我们就。OK， 拜拜，录制顺利，录制开心。欢迎大家来到建德梅城古镇。既然来到了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我们也为大家预定了梅城古镇的特产大礼包，包含了这里的地方特产和精美的文创工艺品。游戏获胜的四个人可以获得礼包，但是礼包钱谁出，最后通过转盘来决定。四个礼包多少钱啊？800。哇。请来领取任务卡。他们都懒，现在翻词典购物啊。八名成员分成两组进行翻词典找东西接力赛。好，晚饭了啊。成员翻开词典后，选择该页中的一个名词作为目标物品。框框里面的组词。花纹好找。花纹。谁家卖奶茶？上一位成员将目标物品找回或买回之后，下一位成员出发，率先完成四人接力的队伍获胜。那怎么这就已经分组了吗？分组了，就做好按照大家做的就分了。对，假如说我翻，我一翻姜，然后谁去买？你翻到了就你去买，你买完回来之后，下一个成员开始翻。哦，请双方确定第一位出战的成员分别是。那我第一个。好。我先去吧。好，你去吧。baby 要上 ，baby 要第一个去。那就按照座位，我们一二三四棒，好，三局两胜。梅城古镇翻词典购物游戏第一轮。啊，阿弟！天哪，这个阿公、阿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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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虾。虾，阿婆，我们是阿婆，阿婆就是跑得慢点儿。他们还没找到是吧？1078，躯干、躯体。我躯干，找个躯体就完了呗。躯体就是拿个身体来就可以。蛐蛐也可以买，蛐蛐蝈蝈。蛐蛐多难买。baby， 快跑！快！你们好。Hello。你们太年轻了。Hello。哎。你可以跟我去玩一下一个游戏吗？好的，谢谢。阿婆加油，阿婆，阿婆腿慢拜拜，你太年轻了。这么快啊？来了，回来了，这，加油，阿婆，加油！哎呀，阿婆来啦！阿婆来啦！
杨阿婆。下一个，下一个妥了。明明是个姐姐，你非叫人阿婆。我是146页。长枪，长枪，长枪。长枪，我去哪搞长枪啊？你看那楼下是不是有长枪吗？长枪是吗？对啊，这摆地摊的肯定有长枪吧？长枪，长枪。有什么是有身体的吗？哎，可以买个这把啊，可以，奥特曼吧。好，谢谢。客气。Baby， 快跑！这上楼梯都得上半天。躯体，快来！奥特曼躯体，翻吧。快第二个！无名小卒，我天哪，无能，无可奈何。无名指。无名指。你是拿一个手啊？拿个手就好。像无名指。上哪儿拿手去？娃娃呀，那个有娃娃，有那个娃娃。无名指。那个美女娃娃。快！无名指。长枪，哪有？谢谢你们啊！有没有什么娃娃啊？什么？有没有什么娃娃啊？什么？娃娃？长枪。娃娃，20吗？好，谢谢。快睁开，快跑！好累啊，这楼梯。加油！无名指，长枪。我发了，我来了啊！电磁炉，电磁炉，电灯泡。白菜好买。你找个饭店买个白菜。白菜好买，给我。白菜。白菜，点心，这不点心吗？点心。白菜，你要到梅庄小区，梅庄有梅庄。要到梅庄。梅庄远吗？梅庄就在这里。啊，去梅庄宽，梅庄有白菜。左边，第一个，左边。梅庄找他要白菜。有白菜吗？有白菜吗？这不行是吧？ What？从里面出来了，没有找到白菜。白鹿加油！有点心吗？点心，给我一个，多少钱？5块，拿一个，快，给我一个，我谢谢。有没有白菜？快，白菜，快！慢点跑，等我，慢点，别踹的。鞋带开了，是不是楼梯很高？点心，发了啊！哦，有没有白菜？有啊！哇，太爱你了，多少钱？5块钱啊，谢谢。走，回来了，傻哥，加油！空拿着白菜来了。我们这一个月没有过，过虾，宝宝，就是娃娃就行。宝宝，下巴，找个有下巴的娃娃。有了，下巴，1411，下巴。哎，哪有玩具啊？有宝宝吗？宝宝。是啥呢？这不是宝宝是啥？买这个娃娃多少钱？10块。哎，天哥快！10块。天哥快！对！哎，加油！三哥，你是最后一个。三哥。下巴的娃娃输了。
裤子都跑掉了。第一局左边的四位成员胜出，恭喜他们，也谢谢我们的杨阿伯，谢谢阿伯，没事阿伯，谢谢，下次再来啊阿伯。哇，你这个娃娃拿了那么久啊，宝宝，他一开始说那个是宝宝，那啥是宝宝，我要拿，那也是娃娃，我要拿了那个他就没了。对呀、啊、这不是宝宝，拿了上来不对，你还得下去。对啊，你还得跑两趟。好，大家休息一会儿吧，可以喝点茶。对，沙哥要不要来第一个？好，我第一个。可以，我支持你。这个楼梯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是的，就靠最后这一步了。好，来吧。第二局翻词典购物。第二局翻词典购物。这有什么？这什么词儿？卷子。卷子，卷子不好买。没有。卷尺。卷尺也没有吧？瓷砖。瓷土。瓷器。瓷器。瓷器，好，瓷器，213的瓷器，没有，没有，可以过，重新翻一下，翻一个，嗯，哦，他们还没有啊？这有瓷的东西吗？瓷的，瓷的东西，给我啥样的？在哪儿呢？好，谢谢啊。回来了，回来了，傻哥，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把咱们的摄像大师拉上来，对，你下去把他拉上来，你上来一下，你上来呀，读书人读得出来就行，你像那个编辑就行，你把咱们的摄像大师拉上来，你上来一下，你读过书吗？读过书，过来过来，我是读书人，读书人，我们这位读过书就是了呀，这读书人需要考证，你有证没有啊？来来来，请坐请坐，他会读书就好了。生化贡献贡献贡献，什么鬼啊？要不然过吧，过过过过过过一次，过双双眼皮，什么词儿？买什么？双眼皮。什么？双眼皮。双眼皮。哎，你过来，你给我看单眼皮的。净土净筒净手在哪里呀、啊？净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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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一把沙子来。哇！哇！来来来，第三个第三个，我来吧，我来我来。净土，放这里放这里。啊！你这土一点都不净，这是净土，这是很多的生命之源。净土是一种那个。意境，龙头啊，龙头啊，龙头，好，龙头啊，龙头，刚才舞的是虾呀，龙头应该很难找吧？双眼皮，有吗？看一下，有有，双眼皮，双眼皮，506啊，孩儿。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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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买着孩子？买个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娃娃就行了。娃娃，娃娃，右边，右边，买个小娃娃。有龙吗？龙，龙，完了完了完了，找不到龙头。孩子，姐去哪找龙头啊？哪里有龙？恐龙。恐龙，哦，孩子，走，孩子，跟我走，孩子，张开，恐龙，恐龙，孩子，张开，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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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年轻啊，就是年轻。这坤跑得真快，上，慢一点，慢一点。还真给大嫂带了恐龙，龙腾，龙腾，龙腾，来吧，加一个。孩子，不行，多大了？超龄了，超龄了。多大在我眼里都是个孩子，超龄了，十岁长这么高了。奶奶。奶不行，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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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吉祥物，快！陈哥，奶茶，奶茶在哪儿？谁家卖奶茶？你好，有什么吉祥物吗？吉祥物，那这个吉祥物吗？这，给我看吉祥物。哎，我们组陈哥不见了，陈哥跑很远了。谁家卖奶茶？你去那么远干什么？哎呀！吉祥物只拿了个什么？奥特曼，我拿了个。这不是吉祥物啊！这个代表的光，奥特曼。这不是吉祥物啊！是孩子的吉祥物啊！这肯定不是吉祥物，这只能算玩具。哎，不应该告诉人，应该让上来的下来。陈哥，你在干嘛？他找什么？陈哥找什么？奶茶，没有奶茶。这种奶茶也可以？什么？没有，整个都没有。那你就上来再翻一个。没有奶茶，根本就。来翻一个，谁翻一个？667睫毛，睫毛。周深，哎，招财猫，看看店铺里面有没有。招财猫。哦。快把摄像老师，陈哥。来，走。睫毛来了，有睫毛了，有睫毛，我们完成了。招财猫，他们找完了吗？输了。读书人，我们要考一下。我们要求证一下。呼兰词，你背一遍吧。呼兰词来。救救我！你背一个。有两个问题、啊。背一个《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读书人，谁写的？不行，再送他们一首《锄禾日当午》。那这个环节，我们获胜的队伍已经决出来了，你们将每人获得一份梅城古镇的特色礼包，总价值800元。到底由哪一位成员买单呢？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转盘来决出。在转盘之前，请沙哥帮我们查看一下所有选票。这里面好像垃圾堆，炸！这里面比垃圾站还要，好像垃圾堆。我先给大家看一看。第一票，郑恺，你挑个好点东西洗。第二票，郑恺。第三票。粘在上面呢，还郑恺。第四票，郑恺，这完全是垃圾堆，你看全是扔的。郑恺，A不讲究了。这都是谁的呀？我投这个。我也来骗菜了，都是他吧？我也是他。然后这个李晨，谁偷的我？我写的，不想对凯哥太坏了。还有一个白鹿，上面写的。哎呀，谁写的白鹿？我。哇，我这一轮写的陈哥，凯哥。那谁知道呢？你太让我伤心了。谁知道呢？这还有一个，这油子麻花的，上面写的是我。
这好像吃的是什么东西？这谁呀、啊？这个？我！哎呀妈呀！好，那上转盘，我来。我俩一起来吧，给我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到我怎么办呢？不会的，不会的。你看这一连串的都是我这，怎么这连起来的？这把机会太渺茫了。来，我给你来一个转的狠一点的。哇塞，转这么多，800多呀！耶！谢谢陈哥，谢谢陈哥，还非得自己转，李老板，没人转还不行，这就是天意。到这儿我就800元。谢谢陈哥，谢谢陈哥。哎呀，下一把都好好写啊！你自己还一拿吗？要不你给我们四个？行，我也不是，我给你们分一分。给孙怡，孙怡刚来。对，没毛病。谢谢陈哥。那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渔民渔庄吃饭了。好，三宝们，谢谢陈哥，继续买单。好嘞。各位来到天成梨园，这是我们的游戏场地，请允许你们的任务卡。一筐好梨，请穿上梨形玩偶服，经过三重障碍到达终点，用时最短的人获胜。这个环节是要请你们最亲密的伙伴，现场的100位工作人员吃梨。接下来我们会分成两组，4个4个抽签，抽到一的成员们先来，抽到二的成员们可以到杜小满能量周转站补充周转能量。你看娇娇穿上这个特别可爱，太大了这个。咱俩是最大的。对，咱俩那个最大的，踹都踹不着。第一轮游戏，三、二、一。Oh my god， 娇娇好厉害，娇娇太猛了，娇娇是硬撞破，太难了这个人。白鹿算卡这儿了。谁过去了？就是倒下往里滚。这个游戏啊，我完全是凭着一番冲劲儿，就是往外爬呀。就是倒下往里滚，就是往外爬呀。谁过去了？沙哥过去了。快不快？我这路怎么这么小啊？得换个腿走。哎，换一个走。对，小心脑袋，小心脑袋。哎呦哎呦哎！这个转不过去了。啊！我放弃，太难了。哇！等一下，那个转盘有点吓人啊！啊！再一遍！哎呀！
走不出来了。旋转的梨啊！我丢你！喂喂喂！拽出来一个，拽出来一个！他没拿梨呢，他没拿梨。What？ 没拿梨呢。哈哈哈哈哈哈！苦涩的梨啊。啊，那你回去拿梨吧。哎，别等一下。去吧。哎哎。这梨是起不来了，有一只放弃的梨呀，太难了。哎呦，哎呦，啊，嘿，啊，哇，哎，叫老三。哎呀，那还转呢，来第二组可以走了。跪着出去，完了又回来了。没事，你只要先出去就好了，先到黄色的那个，先走到黄色的，先到黄色的那个，黄色的，先走到黄色，他会送你过瘾。完了，又起不来了。好艰难呀，这梨。伸不直腿。我感觉我会有一样尴尬的局面。估计第一个我都过不去。这个游戏啊，是对我的惩罚。我的发型已经完全。拉拉。仰面。我腰不行。躺地上，我是躺地上仰面蹭过来的。你跟郑恺是一个老师教的。来，你试试这个，这更难，弯进来。哎呀哎呀哎呀！抬腿，抬腿。有点这侮辱性极强。你这梨啊，我跟你讲，你这梨现在已经摔烂了都。哦，这不行，我这疯了！哎呀，我的妈呀！第一轮游戏结束。太难了！恭喜沙哥获得第一名！当当当当当当当！来，起！谢谢。我的发型还在吗？蝴蝶结还在。我想睡一会儿。真的，这一趴我只想优雅的度过。啊，可以不要让我这么狼狈吗？啊！啊！哎，他跟你刚才一样。老秦，你以为你在跑步机上？baby， 拿出去，别想站着，滚出去！喂，哎，别动！快把我拉走！快把我拉走！快把我拉回来了，太坏了！
他要把他转回去。我不想起来了，就不想起来了。两组最慢的跟上一组两个最慢的，这组两个最慢的再来一轮，再来一轮。What？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是最后一名。就是决最后一名啊！两组的最后一名决赛。我。你跟你儿子插入最后。有点精神。来。来，我请你们吃梨吧，要不我实在是。那我们一筐好梨买单总决赛，买单总决赛。第三轮，三、二、一，哎呀，我的妈！我错啦！他怎么还先出去了？哎呀！哇！加油！娇娇加油！娇娇加油！加油！哇 ！Oh no！ 不要，没事儿。这样显得我不太厉害的样子，没事儿。刘德华，刘德华。啊！太累了。还去一下吗？去。
小心小心。这招也不是谁都行。哎，站不起来啊。啊，黄佩君啊，哎，就得这么爬，对，就得这么爬。老秦又上了跑步机。我终于到了，你等着，老秦，你给我等着。哎，把那筐梨拿走。我先走了，我要先卖你口水。太惨了，结账吧。结账了，结账吧，结账吧。快点，快点！哈哈哈哈哈哈！哎，两个人的厮杀了。你收钱，你又买单了。我收钱了。拉住他，拉住他。老秦又要买单了，来，咱俩同时看谁先翻，看谁真的能翻进去，好吗？来，咱们就一下嘛。命运交给这最终的这个比赛结果。行，我俩同时看，看谁能翻进去。就这么呗。对，来准备。来，一、二、三。哎呀，还是老秦吧。谢谢秦老师，请我们吃礼。谢谢秦总，谢谢秦总。正门，你等会儿，你等。他重，所以他先落地了。你轻。我就能吃这个亏。啊。最快的还是沙哥，恭喜沙哥59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看来我跟老秦也是一个组合呀。老秦又买单了，我请客是不是？对。我请剧组120人吃梨。应该的，应该的，就别喊出来了。你对，你对，为什么要跟他们分开走了？这个时候，兄弟们应该收到了短信，后50000块钱。
是我不用，我不用。又来了，扣五万。又来了，我们第二名。Oh no！ 发生了什么？不舒服。扣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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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吧。给我分的队都大老爷们儿，前面这个环节我怎么赢啊？无所谓，开心就好。胜负不重要，失败也不重要。让我静静的待一会儿。三亚真的，太阳太猛了。我现在玩了两个游戏，已经晒出了阴阳色。我上面是白人，下面是黑衣人。啊！秘密任务，每个人都有。哇！吃饭任务，请自己团队的人吃饭，买单时哪一队总价最高就算失败。需要把其他队的单买掉。这一消息不得告诉热心观众，否则直接买单。我的队里全是男的，全这么壮的男的，这不完蛋了吗？这一期整我吗？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养生法，发一碗一个筷，然后用冥想的方式，大家吃着饭，这个没有过。冥想，这个空的，空。我觉得我们队赢了，热心观众们跟我在一起吃饭是很开心的，不管吃什么他们都开心。那有另外一个方法，其他组点了吃他们的。放开吃一顿吧，就不要管其他，放开吃一顿。哇 ，Go Go Go！ 哎，哇哦，哇哦，哇，久等了，哇，哇，久等了，太好了，太好了。今天你们想吃什么呢？什么都想吃。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吃饭而已。不要想太多。我先去问问他们吃什么。先问问他们。祖蓝，对啊，多点一点。没有没有没有。人都饿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不多点一点？你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补充补充的话，你的肌肉就没了。哎，我这一期是特地来减肥的，真的真的没有什么。今天请客。哇，说的多好啊！对，我请客，你们使劲点。你们这桌点多少，我都结账，没关系。吃吃吃。啊，你这桌我都吃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是他们点了，我们吃他们桌子的，对不对？哎，没有，我们稳住，稳住，对不对？对啊，我跟你说，你们这桌随便点不都饿了吗？我结账没关系，多吃一点没事，好不好？是要承诺的，这是说下了就是真的，不是你们说下了就一定是真的。你们爱吃海鲜吗？你看，那就多点点海鲜。然后那群人抠门的不吃饭了，我们还是吃点吧。蒜蓉蒸秋葵来一份吧，这个很好吃的，又健康又对大家身体好。西红柿炒鸡蛋，拜拜。可以，好，可以。西红柿炒鸡蛋吧。我寻摸一圈了，你们聊聊天啊。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让大家吃好，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我知道就是小海鲜其实很香的，对吧？哎，海鳗是哪个？是鳗鱼吗？两条吧，对吧？一斤多一点，对吧？
他们不会都点什么炒土豆丝点十份吧？土豆丝要吗？要要要！我大众都会，对对对，来。你们点了些什么？挑贵的点，什么贵点？我真的我点了十只龙虾，然后点了一个叫什么十只龙虾啊？什么梅的一条鱼？什么梅？来，什么贵？什么贵点？他点的，他点的，我们都要。你可以去问一下帮我点菜那些，我点什么给他们都来一个。是吗？吃饱了，多满足啊！所以你们又不打算点了？知道吗？我们我喝了，干了，谁过来？干谁？干杯！很好，牛大力鸡汤。牛大力鸡汤一份啊！对，大脚虾。野生大脚虾啊！来一份。一份啊，两百九十八。这是一次意志的考验 ，You know？ 但是我给你们巨大的 surprise， 你们先聊聊天，不要大红龙十条，不要让别人帮我们，明白吗 ？OK， 等我回来。哇，厨师长在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我们都互相观望了，都不敢点。所以我想用我的劳动，我付出的一点劳动，来完成。你可以安排我做点工作。我想，我很好奇，我想知道邓超现在干什么去了？他去后厨了是吗？对。不妙。打鸡蛋也有诀窍的，不要让碎的蛋壳掉在里面。从来没有做过饭，今天为我们的影迷，在我们的厨师长的带领下，给大家好好做一道。我们是从头到尾保护海洋，保护到底。你，点完了吗？喝酸奶啊！我点了15个菜。很感谢，回去我就可以做给家人吃了。做出来了，啊，真的很不容易，感谢感谢感谢，我也很脏，没关系，谢谢你，我学会了西红柿炒鸡蛋，我赶紧给他们尝尝。是亲手从洗西红柿开始，洗西红柿，炒西红柿炒鸡蛋，人生第一次做菜，献给你们，亲爱的红队，这个没有关系的，吃要吃有意义的菜 ，OK， 可以吗？味道怎么样？我想尝一下，味道也可以，娘娘会记住，不咸不淡的，真的很好，哥哥平时在家做。我不会做饭，这是你第一次做的饭。对 ，Yes。太感动了，哇！是我的，这是我的最爱。这才是大菜，哇！这是大菜。
我们的种类很多，看到了吗？哎呀 ，baby baby baby， 怎么样？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生活嘛。你来一点吧。你给我一点点，我尝一尝好吃的话，我就点给大家吃。啊，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有呢。OK 吗？值得点吗？用你的表情告诉我，它好吃啊，好吃。快去点吧。干嘛还想啊？等一下，我去观察一下。吃不了吧？吃得了，吃得了。啊，包哥，你这样就不好了，吃不了啊。我们都哎，不，你都吃不了，快拦住。包哥，你这什么路子啊？哎，对，你们吃不了的。吃得了，吃得了，吃得了。怎么这样？那拿一个。哎，有没有吉他？那个鸡你们肯定吃不下了，怎么样？直接贡献一个，尝过了没熟。没熟，现在对于我也很重要，没熟没关系。文昌鸡，糯米饭，白水鸡，吃不了吧？浩哥，你怎么能这样呢？认死理没有用，人啊，有的时候能屈能伸，真的。还是这桌最坚定是吧？我们就是不吃啊。饱了，饱了，吃了。干嘛趁我不在影响我的队员，影响我们的团队精神啊？开始点了是吧？哦。来吧，今天你们全部都辛苦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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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多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来，谢谢。拿去拿去拿去。他们队吃的都是别人的剩菜，还有他自己炒的菜，还有他去要的菜。我要是他们队队员，我得替这个队长堪忧啊！真的。那个小鹿，这盘。点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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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这个虾，来一份，来一个这个螺，来一个那个，现在才点啊？我的妈呀，说几点啊，大哥？祖蓝，祖蓝，来吃点吧，来来，过来吃点，一二三，海哭的声音。哎呀，我给他们弄点啊，我实在太可怜了。嗯，来来来来，一人夹一筷子，一人夹一筷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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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不要不要。好了好了，哎呀，演演戏就行了，好不好？不要。来来来来来，不要不要。我们不要。来来来来，那为什么自己点，对不对？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你，你这人都两眼都发直了。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不要，不要。没事。不要。敬，邓凯一杯。来来来，加一颗，谢谢谢谢。吃啊吃啊吃啊，一会儿再给你们端菜来啊。啊。这是来自于苏宁易购频道送出的新鲜的水果，水果，哇哇塞，厉害厉害！莹莹，莹莹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组今天有一个人过生日，谁过生日？就是在我身边这位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ing Yi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莹莹生日快乐，好不好？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生日，这么多人，我喜爱的人，包括好多不认识人跟我过生日，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生日。谢谢大家。好。相信今天大家这顿晚饭都吃得很开心，但是每位 MC 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特殊任务就是今天谁点餐点的费用最高就要为所有人买单。现在要宣布一下每桌你们点的点餐费用，应该没有悬念吧？对，没有，应该是正台的。我点的小海鲜。我吗？鹿晗，你们点的总费用是806元。806？806元。我以为2800。我以为我点了2800。陈赫，你点的总数额是951。不会点吧？他会点，那么多900块钱。邓超，你最后的总费用是？一定要去什么吃？吃不了啊！那个鸡你们肯定吃不了，文昌鸡糯米饭。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工作，从来没有做过饭。今天为我们的影迷，给大家好好做一道。奔跑吧美丽说嗨购，奔跑吧兄弟，本栏目由美丽说嗨购全球时尚购物 APP 冠名播出。嗨购就是全球购，苏宁易购超市频道汇集全球味道，一起奔跑，吃遍天下。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参与互动赢取 OPPO R7S 拍照手机。1787，1787。绝对算错了。王祖蓝的总费用是111。Angelababy 花费1408。最后还有一个人没有公布，那就是郑恺，他的总费用是3067。所以郑恺必须你为所有人买单。70多个人加起来划算的，我觉得没关系。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最后郑恺你需要付的钱数总数是8514。8514。工作人员请上刷卡机。
真的划算。好，77个人来。干好了，8514。等会儿要打单子出来，要不然不算。好，谢谢凯哥。跟着凯哥。吃好就好，吃好就好。对，喂，滴什么血呀？没事儿，吃好最重要，对吧？跟着凯哥哟。